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单车准备舞蹈鱼儿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胆大且粗暴的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各种小游戏合集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，上期视频咱们是来到这个老校区，老校区真是太热。溺水而亡的地方，也就是咱们旁边这个泳池。对的。来吧，咱们调查一下吧。在上期视频有小伙伴留言跟咱们说，要救这个泰勒的话，好像是需要找到一种药水，才能触发那个什么好结局。是吗？我们找一下吧。这里有东西吗？既然现在我们跟泰勒是朋友了，他应该不会出来吓我们了，对吧？这里教室找箱子。这个教室，哎，这边有个箱子被土埋了。哎，铁叉，铁叉可以破坏那个是沙粒，这个就是沙粒啊。这下面有藏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，反正还是要把沙粒给挖掉吧。走吧。这里被石头挡起来了，那就是说只能上楼了。上楼吗？快跟上，跟上。我在挖，把那些沙粒全挖掉了。楼上楼梯间这里被堵起来了，是不是要挖那个沙粒啊？对啊，我还以为要挖二楼这边，二楼这里过不去。那是不是要从这边直接上去？这下面没藏有箱子吧？厕所。哦，你没发现老校区的厕所都好亮，应该是没有高能的，是吧？哎呦，你不要故意吓我吗？吓得我都快抽抽了。哎，这间教室肯定有东西。药水是吗？好像是的，这里面可能有药水。看酿造台里面，没看到，没有看到药水。箱子呢？有看到有箱子吗？没看到。但是这个可以往下走，你看到没有？可以往下面走走一下。头顶有箱子吗？我这里好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这边头顶没看到有箱子，但是这个地方可以往下走。这里被沙粒挡起来了。没有箱子啊。哎，这个门可以打开，把有沙粒的地方都录一下。好像没看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没有东西啊。他这个好像就是为了让我们下来的。还能往回走吗？这里又是厕所。泳池南门的钥匙。我们还是要不要找到那个药水？再找一下吧，找一下吧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找到那个药水。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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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。哇，这里还能再下去？看一下，能隐藏箱子的地方都把它撸开。对啊，这些地方应该没有隐藏的箱子。那边还有一个，还有沙粒。没有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再下去看一下吧。等一下，
我看着那边还能走吗？好，我下来了。这里走不了了。这边黑黑的。有。啊！什么东西？我掉下来的声音。吓我一口跳。应该跟这些沙粒没有关系，哥哥。我撸的都撸出了好几个碎石了。走吧。没有箱子吗？那个药水在哪呢？应该就在附近，你看这边可以走的。左边，先看左边。左边能进去吗？左边就是之前封住的那条路，走不过去，要往右边走。完了，完了，这什么地方？南门，南门，这里，看看附近还有箱子吗？哎，那个钥匙在哪呢？对呀、啊，再找一下那个钥匙，肯定有什么地方咱们没有那个，没找到。好像这栋楼就三层高啊。是呀，咱们是从三楼一直下到二楼一楼。是的，我们是从三楼下下来的，但是三楼好像有一个房间还没有找。哎，我上去看一下。还能跳上去吗？可以跳上去，这个都是互通的。哎，果然，这边有个实验室。好，我来了。哪呢？就这个，这个就是实验室。应该就在这里。酿造台都是。找到了。乙什么什么中毒，乙什么什么什么中毒。哪呢？这里面，这个是这个药水吗？是不是这个药水？应该是吧。反正拿了总是没错的。应该是没错。走，下去。哎，这个地方咱们没来吗？对，刚刚没来，刚刚是前面一间那个实验室，药水室。走，再下去。好的。你妹啊！我是救你啊！吓死我了！我阿庆哥哥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有关窗户，我估计隔壁的人以为我不惨遭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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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应该是这个药水没错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回想一下之前咱们找到什么重要的东西，都会触发这个。对，等一下，这个药水我得给他拿着手中。芝麻开门，药水呢？嘿，朝他丢吗？哎，这个是喝的，神经病啊！你要喝吧？我成为他的替身吗？这个药水难道不是在这边吗？是在以前房子的实验室吗？我喝一瓶看。怎么了？你喝了之后触发了什么效果吗？哇！你看，我把泰勒救上岸，随后他消失了。等我醒过来时，凯尔特焦急地等在我旁边。我把我与泰勒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，他点着头，似乎相信了。然后你退出了游戏，啥情况？之后的日子里，
凯尔特的气色好很多，我也没有再见到泰勒，或许他真正的解脱了吧。这是真结局吗？发生了什么？古汤，我发生了什么？你刚刚被泰勒带走了吗？可能是吧，我刚刚就莫名其妙退出游戏连你的客户端都找不着了。这应该是好结局。为啥我要喝一瓶中毒药水才能救他？那是不是我也死了？可能是的，你被毒死了，你跟他两个同一起成为好朋友了。对，恭喜通关，看一下后言。恭喜通关，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两个结局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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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尝试打开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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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没了，这样地图就结束了。来吧，吓我一大狗跳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